网络卡不卡？还卡不卡？没有，主要是今天他们这边下雨了，我现在下着雨。太卡了是不是？还卡呢？网络还卡吗？在阿美家还没有走是不是？我现在已经在去阿美家的路上，马上就要到了。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帅们，把网费点点赞，不点赞的话网络就太卡了。你看，还不卡了是不是？不卡了，你们点点赞就好了啊、哦，咱们点赞多了就好，不然咱们这边人多，点赞有点少啊。曲布在拉他们是不是？哎呀，小华快点！我现在在过去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他们这边了。马上就到阿美家这边了，你们跟阿美说，让他不要让小小哥哥全部走，我马上就到了。本来我今天是因为下雨了，本来我今天想来找阿美玩，阿美和小小他们玩，但是下雨了，所以我准备不来了的。但是我刚才看到曲布要去找曲刚才我看到好多哥哥姐姐帅们在我的第一个作品下发评论了啊，王菲，你快点去找小小吧啊，去不去找啊小小了，所以我就又赶过来了。但是我现在马上这边已经马上到阿美家了，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帅们啊，把王菲点点赞，把这个点赞点到20万，不然咱们直播间人有点多，点赞有点少了。阿美一直在拦着是不是？对，今天阿美这个太好了，如果今天不是阿美了在拦着的话，不知道曲布要搞什么事情了。小华快点，我们马上到那个阿梅家了。去了没？现在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啊！直播间哥哥姐姐帅们，马上就到了。现在有没有被带走？被带走了没有？被曲布带走了没有？小小真的是太不懂事了，我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被总是这附近吗？对，就是往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这边马上就到了，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姐帅们啊，小小是自作自受，我知道咱们小小太不懂事了，但是小小真哎呀，我让他回去他也不回，太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小爸爸的话是很好的一个人，但小小的话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人呢。现在怎么样了？直播间各个姐姐帅们，我这边马上就到了。来，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姐帅们，把王菲点点赞，把王菲点点赞啊！咱们直播间人有点多，点赞有点少。现在怎么样了？直播间各个姐，现在小小被带走了没有？被曲布带走了没有？还在阿美家是不是？还在阿美家还是已经到曲布家了？他们？已经被带走了吗？小花你快点，有点着急了。
来咱们直播间各个技术上面把网费点点赞，不然咱们直播间啊2000多个人点赞才6万，点赞太少了。以及走了没有？你们刚才看到小小被曲布带到曲布家去了的，过不去打个一；还在阿美家的打个二。我现在是应该先去阿美家，还是先去小曲布家？还在阿美家吗？他们三个小小和曲布他们还在阿美家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个路口下去啊。我这边我马上到了，马上到啊，马上到阿美家了。已经没有直播了，他们没有直播了吗？那是不是被曲布带到他们家去了？已经走了，还是在阿美家直播间各个结束上面？你们刚才看到的，过不去打出来，还在阿美家门口是不是？还在阿美家门口，我这边马上过去。是这个路口吗，飞总？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路口下去。我这边马上到了啊，马上到了。曲布也是他大晚上的来找曲小小干什么嘛？主要是小小那个人太不懂事了。今天幸好阿美在，现在到小小到那个阿美家门口了，就在这里，你就在车上不用下来啊，我下去看啊。如果不然咱们那么多人直接冲到直接到阿美家去的话就尴尬啊。好，一会儿如果搞不定我打电话给你就过来嘛啊。我还在那里，还在那里，来。哎，你们在干嘛？哎，曲布，你干嘛？还有小你干嘛？放开。哥，你终于来了。怎么回事啊？曲布他一直说要带着小小。你带小小去干嘛？他一直在这里闹。我带小小是，我不是强迫小小，我是我们两个自愿的，自愿的。小小也是自愿的吗？去我们家。去玩的。你现在晚上十点了，你晚上十点去他家干嘛？晚上十点。你知道他会对你做什么吗？我们家我你不知道是不是？我都会做什么？你信不信他会对你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会，肯定会对你做什么的。你快点，赶紧回去了。那你在意吗？他会不会对我做什么？不是，我不在意，但是你就这么不爱惜你自己呢？别人会怎么看你呢？不管你的事。你平时你怎么吵怎么闹啊，怎么耍小脾气都无所谓，对不对？但是你看大晚上的，你去一个男人家啊，还是这么一个人的家。我们两个今天白天去孤男寡女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别管我去了。什么叫我不管你？我这不是管你，我这是为了你好。如果我不为了你好的，你照顾我好，你照顾好你想照顾的人就行了。不是这个不，这个跟照不照顾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你想照顾别人就别照顾我呀，就别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为了你好，不然的话你走嘛，你跟曲布走嘛，来。好，那你走。等一下。小小，一会儿曲布会对你做什么的？你名声不好的，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嫁人之前就跟别人啊，就跟一个男的去他们家，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还有教养吗？你不丢你爸爸妈妈的脸吗？曲布，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在我家了。快点，你回去了啊！你可以回去了。快点，不是我回不回？我回不回去？我这里我今天带了很多肉啊。不是，我就问你回不回去？
王菲，我跟你说，我不是强迫别人的那种，我不是强迫，是小小也。来，我们直播间各个级衰麦，郭皮山打三个字正能量来。直播间各级帅嘛，郭皮山打正能量，咱们郭皮山打出三个字正能量。小小和我们两个今天去拍照的时候，就现在相当于是情侣了，情侣关系。然后其实作为一个男朋友，想带他去爱尔兰玩，你这个你管不着，对不对？现在是晚上。你是那个小小的亲戚嘛？然后他是我的。他是我现在小小，他是我妹妹啊、他是你妹妹嘛？他是你妹妹、嗯，然后小小现在和我们两个也是，今天就建立了情侣关系，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是怎么建立的？怎么建立的？啊，今天在那个我们两个一起去拍照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就诉说了很多，也聊了很多话，很久，然后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相互有好感，所以就咱们直播间各个级是吗？郭皮山打出三个字正能量来，说就相互喜欢了。然后我现在是差不多。郭皮山打出三个字正能量，差不多，咱们两个算是我都其实是算是你的妹夫一样的，懂不懂？什么叫我的妹夫？我不喜欢你啊！啊，我现在也不想跟你吵，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夫啊。是。我也不想跟你吵，我也不想拥有你这个妹夫。我也不想拥有你这个亲戚，但是小小和你们两个本来都到不了，然后咱们两个的话就互相不要管了，然后小小我们两个就对不对？小小也，我就最后问你一次，我这边带了很多人，我就最后问你一次。你走还是不走？我不想跟你在这里，你说话也说得太慢了，我是不想听你这么，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废话，也咱们都认识那么久了，也不想跟你来一些不好的。你先到那边去，我先跟小小说，我先跟我女朋友说几句话，我再。说完了就走是不是？对，我要现在我来有什么好说的来说。你说，他骗人的。来，我们等一下，你们不要在那里去说啊，就在这里说。来，咱们直播间4000多位各个姐姐师兄妹，我们一起看着曲布到底想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忽悠这个小小曲布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看着踢着来。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曲布还想让小小给他买一个手机啊，还想骗他小小一个手机。来，咱们直播间所有人公屏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然后来我们一起听着他们曲布到底要编什么样的谎言。来，你说，小小你就在这里说嘛，就在这里说。来，哎，我们听了，小小你他不是喜欢他吗？他是如果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说话还怕别人听见呢。那你就说呀，那你就说，就当着他面说。对，直播间，我们直播间4000多个各个级帅妹们啊，郭皮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曲布想对小小说什么呢？不是我们两个的甜言蜜语，我们两个的我们两个情话要说给你们听吗？你是想骗人家小女孩子，然后当着我们的面你骗不动，哦，是不是？对不对？直播间各个级帅妹们。啊，说大声一点嘛，我们听不到，听不到，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咱们来靠近，来，说大声一点。小小，我刚刚说大声一点，手不要挡着。小小，我刚刚也说了很多话，我刚刚说跟对你说话的全都是真话，全都是。你等一会儿那个王菲来了，王菲，我100%她都肯定会在背后说。说我这不好，说不我这那不好的给你听的，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我们两个王菲，我们两个是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两个是有仇的人，我们两个是仇人。我懒得跟你有仇。我们两个是有仇，因为你前几天不是还想跟我要个手机吗？怎么今天就跟我有仇了？之前阿洛嘛，阿洛就是一位。来，我们直播间所有4600个各个级帅妹啊，把王菲这咱们直播间人太多了，人4000差不多5000多个人了啊，但是咱们这个点赞太少，点赞才10万，咱们支持王菲的，把王菲点赞，还有公屏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来。然后
之前那个阿洛嘛，之前就是因为他想追人家阿洛，喜欢人家阿洛，然后天天跟人家阿洛，然后我的话不想阿洛被他这个骗了，然后我就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成敌人了，所以他肯定是我们两个现在我的话做人，我的话是有大度的，我的话不，他天天他找阿美我都不会去说他什么的，对吧，我的话，然后他的话肯定得一会儿，我的话在他背后也没说过他坏话，他你在我背后没有说过我坏话是不是？等一下齐步，你确定你在我背后没有说过我坏话吗？我们直播间所有人啊，你们听到过曲布在我不在的时候，他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坏话？曲布在我说过我在我背后说过我坏话的，知道的给不上打个一来，不知道的打个二，知道的给不上打个一。但是我在背后说的话，我从来不会说他背后说他背说他不好的话，我只是实话实说的说出来给粉丝听嘛，对不对？我只是实话的说出来的而已。但是我没有去阻碍他去找阿美吧，对吧？他大张了，他这个大张了，我没有去阻碍他找我张了，是不是？我张了还是你张了？你这会儿说爱阿洛，这会儿说爱小小，我可没有，从来没有说过爱谁嘛，是不是？你啊，你他所以他等一会儿100%都会说在你这里说我的坏话的。你以为我是你，我会说你坏话？直播间这哥几是我懒得说他坏话呢。你他说话真的是搞笑呢。今天下午。咱们两个一起去拍照，很高兴，今天非常的高兴，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今天甜言蜜语说得起来就不结巴了吗你？你说别的话都结巴，说甜言蜜语都挺有一套的，都不结巴了，对不对？来，我们直播间4600个哥哥姐姐们，把我费点的赞，咱们5000，差不多5000来个人，把我费点的赞，把这个点赞点到50万，咱们点赞有点少。然后希望咱们两个。是很好的，会成为，希望咱们两个会成为一对很好的猎人的猎你这个地中海是不是啊？猎你这个地中海吗？还很好的猎人啊？关你什么事？对啊，你喜欢这样的？你眼光这么差？对啊，我眼光就是差。以后我会。一辈子的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认为最好的东西会给你的，以后。好。你行。那个甜言蜜语说完了没有？今天在网上学的这些甜言蜜语全部都说完了，是不是？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有的话你就继续说来，我们都听着呢。有，我对小小的话，只会越来越好，不会。不会不好的，从今往后，从今往后，小小，你愿意相信我一次，相信我去不一次，赌我一次吗？相信你，赌你就是要给你买手机，是不是？不是。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小小家有钱啊？小小家是个小小是他们在他们家是独生女，独女儿啊。然后他爸爸又事业做得又好，然后你是不是看上这一点？以前你不是不喜欢小小吗？怎么现在就喜欢小小了？一位谁是一位日久生情，你懂不懂？你应该是不懂的。日久生情呢、有斗气，你跟我说来有斗气，证明给我们看一下。来，咱们直播间50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让曲布证明他对小小的日久生情，给咱们看一下好不好？你是怎么日久生情的？怎么日久生情啊？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小小的？怎么日久生情法？说、啊，说不出来了。那个小小，我，你就编嘛，你就编嘛。
我的头发，其实我以前有头发的。哦。然后后面嘛，然后后面每一天，原来我现在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才懂那个像自闭真的会掉头发，我因为我太是像。你这个头发是为了小小掉的，是不是？对。是吗？对。直播间4700位哥哥，差不多5000人了。咱们直播间5000位哥哥姐姐叔叔们，曲不说他这个头发是为了小小掉的，你们信不信？信。你看嘛，小小都信。你们信不信？来，直播间来小小，你看直播间的人，哥哥姐姐叔叔们的话，曲不这个头发，他说他是为了你掉的啊，他是为了想你然后掉的头发，你信吗？来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们啊。该不该信曲波的话？他这一句话，上一次他有没有对别人说过同样的话？这一次又换了一个你同样的一句话，换了多少人？又换了多少？我这个头发嘛，这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才好。这一点，因为我之前。之前的，但是那一次说的话，那次不是真的。我之前说过一次，但是那次我说的不是真的。之前对那个阿洛说过一次嘛，但是我那次说的不是真的。我对天发誓，我只有这次我是。你的今天为什么下雨？就是因为你发誓发的太多了才下雨的，知不知道？还对天发誓。我看到你一天每天都在发誓，你的发誓就跟吃饭一样，是不是？所以小小，我对你的爱就像我的头发，就像我的头发，就是太思念的头发会掉光，所以你不想看到我头发全部都掉光吧？你不要笑死，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不想是吧？不想以后你跟我在一起，我头发就会，你还不想什么？走，神经病吧你！快点回去了，该说的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没有？你又不管。你这我现在换我说，我先跟小小说句话，来，小小，走吧，你不要进来啊！你要进来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下来。啊，好，跟你好好啊。你不要进来，你有本事你进来嘛！来，我们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啊，公屏上打三个字正能量，然后帮王菲点点赞。走，我们继续说。你看，你都快感冒了。没事，阿美，阿美啊，今天真的特别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真的。没有，我只是看不惯他，只是感觉他为人不好，所以。不仅为人不好，他你看他现在大晚上的来叫小小，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啊！真的，我替小小。啊，感谢你，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叔叔们啊，觉得阿美是一个好姑娘的，够不着打个一，真的阿美真的是个太好了，阿美这个人，小小你要是有，你坐，我好跟你说，小小你要是像人家阿美一样懂事就好了。